光要是捞金鱼、捞乌龟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，但农委会却差点让这个游戏变成绝响。很痛苦啊！我做三十几年了，公告下来就要马上说，哪有可能？三年疫情没有死，结果一条那个动保法令把他们判死。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，农委会紧急改口，修法对象以兔子、天竺鼠等哺乳类动物为主，也是捞金鱼不受限。先从哺乳类这一个区块在草案里头先去做。 明确的一个限制管制。政策法夹弯的前后撩拨操作，也让农场业者跟着炸锅。跟我们业者都是离得非常远，一下子这样，一下子又那样子，那我们就为了这个政策，整个营业额都没有了。 彰化这间农场有各种不同品种的鸡只，业者本来设有参观区，让民众可以互动捡鸡蛋，却被动保团体检举虐待动物。你把棒棒忙，你不能很好笑吗？好笑的鸡。每天吃鸡肉，你赶快给返我吧。看鸡捡鸡蛋就被罚，业者干脆关闭参观区，游客少了九成五，生计大受影响。光看鸡就罚罚钱，那你那就不能开放啦。业者痛批动保法无限上纲，捡鸡蛋捞金鱼也成了虐待动物。农委会没经过 深思熟虑，贸然喊要修正法案，又朝令夕改，但荒缺机问题不去处理，也难怪民众摇头怒批。农委会没事干，管太宽。记者陈淑伟、刘明在锦城彰化采访报道。我是萧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，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。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